有，好，大家早安，我们开始先念释迦佛赞，礼敬供养皈依导师世尊如来，以供智遍知明习足胜世世间劫。调御正风无上师天人师佛吉祥世尊圣旨释迦牟尼礼敬供养皈依导师世尊如来，以供智遍知明习足胜世世间劫。调御正风无上师天人师佛吉祥世尊圣旨释迦牟尼礼敬供养皈依导师世尊如来，以供智遍知明习足胜世世间劫。调御正风无上士天人师佛吉祥世尊圣旨释迦牟尼当汝足足尊驾身时，于此大殿外诸七妙部，先说此世间我最尊。彼此具至世尊，我礼敬，具有清寂尊体尊摄事，智慧大海犹如积须弥，勉明力旺显赫于善界，护除正得最胜，我礼敬，具下具足无共业如焰，色如纯鸡于如我礼敬，三界无有如如离嗔者。无得正智，于汝我礼敬。我于大悲一护尊，一切智慧说法者，无尽功德大海典，如来尊前恭敬礼。我依礼遇之七境，度脱恶趣之妙胜，度依罪上之滋生，即灭正法恭敬礼。我于诸夷度脱。皆解脱道具福德，善助亲戚协助者，圣田瞻且恭敬礼，诸恶灵小罪将作善心熟圆满即风喜，自喜一时时飘条幅，如是佛陀教法精奇说，如心意障或灯火，入化障路或水。如闪电或鱼财，有为法依如是观。愿诸有其能以整功德、正德护国、调伏过失贼，并且脱离轮回大苦海，有出老病死那之波荡，顶礼上师及护主尊德妙吉祥。彼之从会离恶障于如热清寂及光明，以如实见所有异故，彼此惊讶于心间，邪与三由欲诸无明尘埃痛苦所逼迫，爱此众生犹如独子于海六识妙凡音，红生如莲烦恼毁碎业力皆竭皆竭除。断无明暗，斩除一切痛苦，歌苗握宝剑，本来清寂，以当时地功德圆满，上所佛子身，十恶庄严，即我心爱及吉祥。我们阿弥陀佛，我们阿弥陀佛，那就阿弥陀佛。我们阿弥陀佛，那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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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我们阿罗波在那里，我们阿罗波在那里，我们阿罗波。Umar bu, ne umar bu, ne umar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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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医子智慧丈量下，任何时钟或遇见，欲或少许欲望者，于如护着之冥想，厌无障碍而得寂。摩耶夏衣光良师，非为生命，非是生，非为是断，非是常，非为是来，非是去。非相异，非同异，开示心律尽仅仅，圆满佛陀住松者，正是于彼顶礼矣。身为求集聚众，宜由遍会导寂静寂，任何彼与诸诸能力者，宜由道回成界为顶，能喜。传具得彼智连者，种种举一切相先说持，身为有极菩萨聚众佛陀之于彼敬顶礼，须弥四遮楞严所庄严妙相偏土花萨之大地，观如佛陀敬意供养，愿诸有其供养此净土。唯业如得至尊圣上师，法师虚空不坏虚空居，然或在于其觉之大地，损遂将相师广妙法语，达摩哆哆那门哆，观音大呀弥，诸佛正法以及诸宗尊，只知菩提我趋去归依。为以我说法的功德，成就佛道，以饶益众生。诸佛正法以及诸宗尊，也至菩提我趋去归依。为以我说法的功德，成就佛道，以饶益众生。诸佛正法以及诸宗尊，只至菩提我趋去归依。为以我说法的功德，成就佛道，以饶益众生。对，我们今天，要解释的内容是中观自续版的阶段。中观自续版的时候，这个，第六个课判，无我主张的方式，主张无我的方式。这里说。无我的主张方式，主张波陀伽罗为常一自在空是，粗鄙波陀伽罗无我，所以粗鄙的波陀伽罗无我，中观自续派以下的，粗鄙的波陀伽罗无我都是一样的，所以粗鄙的波陀伽罗。无我的意思在这里说，波陀伽罗为常一自在空，常一自在空，外道门的主张，他们认为有存在波陀伽罗是常一自在，常一正在的波陀伽罗，但是，佛教的主张是。波陀伽罗
为常一自在空的，并没有常一自在的波多伽罗。如果有常一自在的波多伽罗，的话，理路上，很有违背的。他们有程序，创造世界之嘛，创造世界只是常一自在的波多伽罗，常一自在的波多伽罗。但是，虽然他们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不能成为常一自在的波多伽罗，但是他们，比如说，跟我们一样的导师，或者是三宝，他们不能说三宝，但是说导师，所以这样的导师是常一自在的波多伽罗，有这样说，但是佛教而言，并没有这样的波多伽罗，所以常的意思，不依赖于一眼的波多伽罗，他们说，他们的导师并不是一眼而所成的，他无始以来就有这样长的一个导师，一个波多伽罗这样说，所以长的意思，不需要依赖于一言，比如说虚空也是不依赖于因缘嘛，所以这一样的常一的意思，不依赖于怎么说它的之分，它的之分，这样无始以来存在的波多伽罗，常的波多伽罗是它独立唯一的，它不需要依赖自己的知方或者是自己的怎么说另外的部分而安立的，它怎么说自己就独立有这样能够独立的，所以说一常一自在，自在的意思它，怎么说？自在的意思不依赖于一眼的，前面常的意思，没有刹那刹那改变的常的意思，所以常跟自在不同的，我们就这一下，刚才说常的意思，不。刹那并没有刹那刹那改变的，它的体系完全不变的，有这样的一个波多伽罗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它完全不需要依赖一言，它自然而然就有的，这样的意思，所以佛教徒说。波多伽罗是常一自在空的，并不是常一自在，它是刹那刹那改变的。什么都谁，任何的波多伽罗都是体系刹那刹那改变上一样的。如果常的。有一位导师，这样的话，他并不能说，所产生结果。所以外道的主张，说，有这样长的导师，所以他，所造，我们世界呀，还有世界中的受用，都是他创造的，所以他
这样，他怎么说？他作为一眼而所成这样的世界啊，还有我们五德伽罗，都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样说的话有矛盾的。他的体系，他是常法，他是常法的话，他没有办法作为其他的一眼，所以他并不能创造世界，跟世界的受用，所以这个上面有矛盾的，所以并没有这样长的不得切罗。不变的不得切罗，所以不得切罗所有的不得切罗一样的刹那刹那卡变的无常的体系，所以怎么说，常的不得切罗没有办法存在的常，所以常空一是。不依赖它的之分嘛，所以不得切罗的话，依赖于自己的之分，或者是自己前后的刹那，的之分，或者是同一个体系的之分，一定要依靠自己同一个体系的。体系的怎么说？之分，比如说虚空也是一样的，虚空也是要依赖自己的之分，比如说虚空也有它的东方、它的西方、它的左方、右方都有。如果这些排除分别东方的虚空、北方的虚空这样分开来的话。并没有独立的或者是一的不得伽罗一的虚空，所以所有的法都是依赖于自己的之分，所以不得伽罗也是一常一空的，然后自在不得伽罗也是自在空的，不得伽罗也是要。依赖于自己的一言，所以不得伽罗是常依自在空的，所以这样，不得伽罗常依自在空是，粗鄙的不得伽罗无我，粗鄙的不得伽罗无我，因为跟不得伽罗能独立实质之。只有空的遏制，比较来看的话，常因不得伽罗常因自在空的无我是比较粗的，比较容易能理解的，所以说这里粗跟细的差别是。我们去了解的时候，容易的话，可以说粗的，并没有这样容易的话，对他来而言，比较的话，比较细的，所以粗细的差别是，能不能？容易理解，是否容易理解的差异 所以这里说，不得伽罗常依自在空是粗鄙的不得伽罗无我，不得伽罗无我，所以我们有平常说无我嘛 这里所说的我跟明眼上存在的我不同的。这里无我的无我是，这样，不得伽罗无我，不得伽罗无我的，所破，
所破之我嘛，所以无我。无我的意思，完全没有我的意思，不是，并不是，我没有，我不存在，不是这样的，我是存在的，自己存在的，我自己 想要快乐，所以我要去外面，所以这样，我有的，迷眼上有的，所以可以说有，但是无我。无我的意思没有这样，常一自在的不得切罗没有的意思，所以这里所说的我是常一自在的我，常一自在的我，这样的我没有嘛，所以可以说无我。然后这里说主张不得伽罗为自己能独立之实质有空，是细皮的不得伽罗无我，所以不得伽罗为自己能独立，自己能独立的意思，他如果完全不需要依赖于自己的事事处。自己的手脚，这样，不依赖于自己的，手脚等等的话，可以说，由自己能独立，可以说是自己能独立，但是，没有办法安立这样的不得伽罗嘛，比如说一个人。很大，身高，一个是，身体矮的，所以这样的时候也是依赖于身体而安立的，所以他说这样，比如说唱歌的人，这样说的时候，这个依赖于他的言嘛，语言而安立的。然后翻译，比如说翻译什么什么这样的时候，也是依赖于他的动作嘛，他的动作，他的工作，而言安利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安利的法都是这样。安利的，所以完全没有这样安利的不得伽罗就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第六世的不得伽罗嘛，第六世的不得伽罗也是怎么说这样的不得伽罗想和吃这样。可以说嘛，他想，他这样，所以他要安利，这样安利的，然后他也有前后的，这个刹那系，所以这些前后的刹那系都是排除这样的话，最后没有办法。剩下的，第六世嘛，所以，安立第六世也是要依赖自己的前后的，刹那系呀，或者是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是自己的，作用啊等等，所以，一定要，这样安立的。所以没有办法存在自己能独立的，自己能独立的，比如说我们桌子也是，只是一角的话，没有办法它站直嘛，所以它一定要四个角或者是三个角，一定要这样一个一个互相。
安利嘛，所以这一样的波陀伽罗或者是第六识，都是一定要依靠别的智分，所以没有办法存在自己能独立的，然后实有，实持有，实持有的意思，实有跟假有嘛，我们有说实有跟假有，如果波陀伽罗实持有的话，他不需要依赖自己的所缴，比如说我们要认识的一个人的话，首先我们要心中显现他的样子嘛，他的外面的行为，他的外面的这个样貌，先要心中显现，这样透过这样心中显现而要认识的，如果怎么说？比如说第六识可以说实之有的，实之有的，所以实之有是存在跟不存在两个都有的，所以自己能独立知实之有，实之有。第六识的话，它并不是，自己能独立的，但是它可以说实之有。波陀伽罗这样说的话，它是，假有的，它假有的，但是，波陀伽罗心中的第六识可以说实之有，实之有，实之有，所以。波陀伽罗是自己能独立知实质有空的，实质有空的，所以这样的波陀伽罗就是，称为细品的波陀伽罗无我，细品的，所以这里自己能独立嘛，自己能独立比较维系的，我们。要了解自己，并不是为自己能独立，这样的情况比较难理解的，所以怎么说？维系的波陀伽罗无常，跟波陀伽罗为自己能独立空二。二者来比较的话，后面是比较难理解的，比较维系的。所以波陀伽罗为自己能独立知实有，实质有空，是维系的波陀伽罗无我。所以比如说，贫瘠是假有的，贫瘠的怎么说口啊，贫瘠的。把所当的这些是，实有的，所以唯识宗跟，中观自续派，他们的主张，类似的，所以实质有，比如说我们人的脚、手，这些是实有的，波陀伽罗是假有的。所以，瓶子是假有的。我们一个人要心中显现瓶子的话，首先要心中显现瓶子的外面的样貌。然后第二个可以能显现瓶子嘛，瓶子。所以这个
有前后的，但是我们平常很熟悉，所以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大概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前后。我们比如说想要自己的孩子啊，或者是自己的朋友这样的时候，心中很熟悉嘛，所以没有办法觉得首先心中显现他的脸，然后第二个显现他这样实际上有前后的，但是，我们自己应该不能觉得这样的前后，这样的，所以，不得且罗为自己能独立，实执有空是细皮的不得且罗无我，所以我们平常自己心中，有支持。不支持自己，能独立有实质有的，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要了解，首先要了解的是自己的心中该怎么显现自己，或者是别人，我们想要。想到别人的时候，这样的别人，实际上他，加油的，能独立，有空的，但是我们心中显现的时候，好像自己能独立的，这样的人能独立的，所以这样的缘故，自己心中会生气。贪心或者是嗔心，这样的。如果我们很清楚的了解他是能得独立是指空的，他是假有的，这样心中很清楚的话，怎么说？很有帮助，自己心中。不会生气贪嗔的心，因为这样，生气贪嗔的心的，基础是无我嘛，个啥无明，所以这个无明是，不了解这样的不得且罗的情况，不得且罗，的。细皮跟粗皮的无我，所以这样没有理解的缘故，心中升起，支持不得且罗，自己能独立实质的 所以这些首先要了解是我们的心中该怎么显现 自己或者是别人显现。自己的时候，自己好像，有能独立实质的。我们，怎么说？说的时候说，没有这样的不得切罗。然后我们心中，思考的时候，我们大概，怎么说？我们常常听到，不得切罗，这个自己能独立，实质有空，这样嘛？所以我们也认为这样这样，但是心中具生心的当中，有这样的显现，自己能独立的显现。然后这里说，根据瑜伽行，纵观派。只是主张四即取四之念，一指空，一指空，
所以四跟趋势的量，二只是不同的体系，同一个体系，与解经纵观秩序派来看的话，四跟直尺四的量，二只是同一个体系，因为他们的主张，没有外戚嘛，没有外戚，所以四跟直四的量，二只是一指空同一个体系，所以并不是不同的体系，所以这里说一指空，一指空，这样叫做粗鄙的波多伽罗无我，粗鄙的法无我，所有的法第四成立空是细品的法无我，四根取四之量，二者一体空，一指空是粗鄙的法无我，所以法无我也有两种，粗鄙跟细品的法无我，所以粗鄙跟细鄙的差别也是是佛来理解。这样有关系的，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花的时候，这样的对镜花跟自己的这样看到的眼根是二者是不是同一个体系？如果是的话，这个根据中观瑜伽行纵观秩序派的看法是说，这样看到的花根，这样的眼根是二者是同一个体系的。但是这个经部行纵观秩序派来说，花根看到花的眼根是二者是。一体的，一直，但是这里说一直空，所以他们两个不同的。然后这里说主张一切法，主张一切法，地是空为，细皮的法无我，细皮的法无我。所以比如说瓶子，第四成立空是，细品的法无我，细品的法无我，因为第四成立是，很维系的所破，这样，前除必不容易的，它怎么说很维系的？我们显现，任何的法的时候，我们心中分别心的当中，一定会，显现第四成立的，第四成立的，还有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该怎么显现第四成立的样子，所以，第四成立是很维系的，所以一切法第四成立空，第四成立空，这样是。维系的法无我，然后二无我，波多伽罗无我跟法无我，二只是由于所破的观点来区分的，这个是跟纵观因此派不同的。纵观因此派来说的话，这个。二无我的，无我的，差别是，由于基础，第四成立空的基础而言，来区分的。但是，
中国秩序派的时候，二无我的，区分二无我的方式是由于所迫的观点来区分的。所迫的意思，比如说，钵钵伽罗，钵钵伽罗为，能自己独立，实质有空这样说嘛？所以他的所迫是，自己能独立实质有，是他的所迫。这是，钵钵伽罗无我的所迫。第四成立空是法无我的所迫，所以，这样两者的所迫，不一样的。所以，二无我的差别是在这样的，所以所迫的观点来区分的。中观因缘派的时候，比如说钵钵伽罗，自悉成立空是，钵钵伽罗无我，法，比如说，钵钵伽罗的所跟觉等等的法，自相成立空是法无我，所以法无我跟钵钵伽罗无我二者的区分是，它的基础上，有差别的。但是在这里，中观因缘派的时候，基础钵钵伽罗或者是法，这两个没有差别的，最主要它的所迫，比如说我们的所，并不是，能独立实质有的钵钵伽罗的受用空，受用空这样要说的，它的，怎么说？能独立实质有的钵钵伽罗不存在嘛？所以不存在的缘故，我们的所觉也是并不是它的受用，所以可以说自己的所觉或者是别支都是能独立实质，能独立实质有的，实质有空。这样的，所以无我的安立无我、二无我的方式不同的。这里说，而不是由空系的基础的观点来区分的。这个中国因此派的话，这个法二无我的。安立二无我的方式是，空系的基础的观点来区分的，所以跟秩序派不同的，所以这里说一即，在基础钵钵伽罗之上，所破持所破，第四成立就是系毗法无我。细皮的法无我，所以这里说一即在基础钵钵伽罗之上，钵钵伽罗之上，所破，刚才排除所破第四成立嘛。如果这个，中观一尺派来说的话，在基础钵钵伽罗之上，所破第四成立空是，钵钵伽罗无我，并不是法无我，不能说法无我。但是，中观秩序派的时候，基础钵钵伽罗的话，它的排除它的所破第四成立空的时候，第四成立的时候，可以说法无我，因为它的所破是第四成立嘛。中观因此派来说，这个钵钵伽罗无我这样说的，因为他们
举方这个基础的冠带来举方嘛，所以基础钵的切罗的上面，排斥娑婆第四成立的话，中观次序派的时候可以说法无我，也是细品的。细品的意思，它的娑婆第四成立嘛。粗品的话，它的娑婆是，能独立实质的钵的伽罗，这样的，所以它的娑婆有差别的。然后这里说在。而在基础钵的伽罗之上，娑婆或者婆斥娑婆，自己能独立之实有成立，此是细品的钵的伽罗无我。所以细品的钵的伽罗无我是这样的。如果是粗品的话，常依自在空，这样说的时候是。粗品嘛，所以这粗品跟细品二者的差别是，它的所破有差别的。然后恶我执、法我执跟钵的伽罗我执，二执由执持方式的观待，而非由所言的。观达来区分的，所以，恶我执的，差别，也是，它的，执持方式，或者是它的，执持记，它的对记有执持记跟，显现记，有这样。两种嘛，所以这里所说的，执持方式是，它的对际来说的话，它的最主要的对际，它的最主要的对际，是它的执持际，它的所言并不是它的，最主要的对际。所以这里所说的执持方式跟所言记不同的，所以恶我执的差别也是由于它的执持方式观点而言区分的。并不是所言上的差别而区分的。这里说，以及言语基础钵的伽罗之后，持钵的伽罗为第四成立，即为法我执。法我执，所以法我执的，我执也是要看它的，最主要的对际，它的最主要的对际是，比如说，钵的伽罗第四成立是，直指钵的伽罗第四成立的班卓的最主要的对际，所以它是法无我，因为它直指是第四成立嘛。如果它直指，能独立实指。理由，这样的话，它成为钵的伽罗无我，但是它执持第四成立的，这样的话，成为法无我，法我执，所以法我执跟钵的伽罗我执的差别也是在它们这样两个单着的对齐而言区分的。并不是他的所言上去区分的，所以这里说，言语基础钵的伽罗之后，执
职为弟子成立，弟子成立是法无我，法无我这样的，然后而言于基础不得解脱之后，执为自己能独立之实有成立，执为不得解脱我执。所以，不得且罗我执，他的怎么说？他的所言有各式各样的法，必不一定他的所言是不得且罗。所以，不得且罗我执的所言有，比如说所缴等等，还有。外面的法、花等等，所以，比如说，这朵花是，能独立实质，不得且罗的受用。这样想这样的时候，它有支持这样的花支持，不得且罗我执。所以不得且罗我执的所言有，外面的法或者是自己的所缴等等，不得且罗也有，还有，有其他的法也有，所以不得且罗我执的所言的话，必不着遍不得且罗，这个。纵观因此般来说的话，不得且罗我执的所言，着遍不得且罗，不得且罗。怎么说？他的所言当中一定有不得且罗。我们说我跟我所嘛，我跟我的所。所想的时候，我跟我所嘛，所以这样的我所是，不得且罗，是不是不得且罗？这个上面有不同的解释。所以纵观因此般来说的话，不得且罗我执的所言的话，它的当中一定有不得且罗，但是纵观秩序派的时候。不得且罗我执的所言当中，不着遍，不一定有，不得且罗，所以这样有差别的。然后这里说，第七个课办，解说地道的建立，解说地道的建立是若根据瑜伽系中观派三彻的不得且罗的。种种差别是由于主要的所断，然后三种不同的障碍，然后主要的所修有这样，三种不同的见解，所以见解，然后障碍，然后。所修的，他们这个身为独觉菩萨，这里所说的三彻的不得且罗是，身为独觉菩萨，这样三组的不得且罗，他们该怎么区分呢？他们三智由不同的。这个所断的障碍，然后所修的不同的见解，然后这个他们三个的所得到的，这里也是无意中。
这里没有说嘛，他的所得所得的菩提也不同的，所以他们三智的不得切罗的所断的障碍也不同，身为有邪根无邪嘛，有邪的身为的话，他的所断的障碍是，这个，烦恼障嘛，烦恼障，烦恼障。有邪的独觉的话，他的所断的障碍是，粗鄙的，所知障。然后菩萨的话，他的所断的障碍是，细品的所知障，所以三个所断的障碍不同，然后所修的见解也不同，所修的见解也不同。这里说，因为诸具有身为主系者，以知自己能独立之时有成立的分别及见熟，所谓主要的所断，它的对治是了解不得切罗为自己能独立之实有空的见解，然后这里说作为主要的所修。然后证得下菩提，所以这样三个不得切罗的，所得到的菩提也不同，所断除的障碍也不同，所观修的无我，或者是说观修的见解，三个都不同，所以这样的观的来区分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到这里，快到结束这个中观秩序派的，然后简单的讲这个中观因持派，然后快结束这个四部从义。好的，我们这样要回向。须弥是诸日月所当于妙相遍图花上之大地，观如佛陀罗伎供养，愿诸有其共享此净土，至尊上师深受其为故。乃至君业增广于十方甚至诸佛根柔观三界，主要尊者如是何按住因果如来那么的罗果那亚大亚弥，于此悉若罗国土中一切利乐安乐之深处。人之将除观自在菩萨，愿其常住直至生死际。人具四教护住，作护足，广开边空双翼菩提道，莲花所住。人之将除尊，其业尊者圣业悉圆满，无比老师佛慈生度众。甚慧甚至佛子传承得无为常，如是为于自是成就宏愿之妙善，诸遍圆满能人生教宝，借由讲修直至力增长，于此永不退去宾荣奖，无得正尊上师我请起。
诸师同意离乐为一门，欲于至智群持圣旨教，即是如蒙由其意乐时，诸不正法常否则见，由三宝大海游走于诸佛菩萨修摩方心力，即是恒指位于诸善言所化速转转世心缘眼，愿我能以此善业速转成就上师佛，必将一切诸众生安居利地于彼地，是菩提心极之贵。诸位圣者力生起，利益方不衰退，辗转增长可增长，由蒙殊如是了诸法，大和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所彼等清净邪，我家曾得圣歌皆回向，念如一切三十善士佛所在种种回向，最胜是为喜普贤摩诃如是，我等生各个界回向，愿于弘扬中康巴法哇正法离支际，止息障碍真真状，一切缘悉圆满，我及他者之三界，依止相住之以所愿圣辉名称佛，教法中心平等，念诸我等舍己至善，所愿教法众生皆受益，尤其正知善慧名称智，教法心要何时正当显，愿一切佛母身心安乐，愿一切悟道清净无息，诸佛住所方甚是愿，愿彼如愿成就悉圆满。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